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环球评测，我是局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辅导孩子写作业既是义务又是负担。很多时候我忙了一天回到家只想躺在沙发上，或者平常忙于加班或者出差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再加上孩子的课业难度以及你我已经还给老师的课本知识，辅导作业总会让人觉得力不从心。所以现实情况是，很多家长会给孩子配一部手机，一来方便联络，二来遇到难题也可以查一查搜一搜。但是孩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怕是我们前脚刚迈出大门，后脚孩子就去玩游戏看动画片了，总之就是让人放心不下。虽然局长我年方28，尚未婚娶，但是光想想这事儿我就觉得挺头大的。那么出于职业习惯，我就找了一款既能够辅导孩子学习又不用担心孩子沉迷其娱乐功能的产品，大力智能作业灯 T5 Pro。 一款能查错题又能互动的台灯是怎样给孩子辅导作业的呢？大力智能作业灯 T5 Pro 除了灯的部分，还搭载了一块形似手机的屏幕以及两个摄像头，分别位于屏幕的刘海位置和灯头的正中间。当孩子正在写作业的时候，遇到不会读的汉字或者英语单词，直接用手指着不会的地方提问，上面的摄像头经过识别之后，大力会给出详细的解释，汉字还会演示正确的书写笔画。英文单词则可以跟读，能很好的纠正发音。 Kind。 数学题也可以指哪查哪，大力会提供相当详细的解题思路，非常高效。如果孩子听了大力的解释之后还有疑问，也可以求助场外观众，那就是直接通过屏幕上的那颗摄像头和家长视频通话。通话的同时支持一键切换摄像头，使用顶部的摄像头可以看到桌面上的作业情况，家长能实时为孩子远程辅导。作业写完只能算是完成一半。大力智能作业灯 T5 Pro 还支持一键拍摄提交作业，同步到手机 APP， 系统自动批改后，家长就能清楚地看到孩子的作业结果。在体验过程中，我发现大力有些题目的批改需要家长补充批注，这时候就需要家长在 APP 中手动批改批注，然后反馈给孩子。另外，家长还可以把班级群里老师布置的作业同步到硬件端，还可以留言提醒孩子需要注意的内容。家长配合完成作业之外，如何还能让孩子进一步锻炼自主学习能力呢？大力支持不超过5个小朋友组成一个学习小队，加入小队后可以看到自己和其他小队成员的作业完成情况，如果发现没有完成作业的可以善意提醒，已有队友提醒他了，稍后再来吧。发现完成学习目标的可以点赞鼓励发送成功。有了这样的互相鼓励的氛围，孩子应该会更爱学习吧。总的来说，大力智能作业灯 T5 Pro 功能非常丰富，在辅导孩子作业的同时也能实时把作业反馈给家长，即使再忙手机一个推送也知道孩子已经完成作业，非常省心。此外，我觉得学习小队功能比较有趣，毕竟孩子现在学业繁重，一个人面对难题总有知难而退的时候，比起老师和家长的督促，几个小伙伴一起抱团互相鼓励，想必一定会增加学习的积极性。哦，还有就是除了通话之外，这颗摄像头是关闭的，不存在实时监控这回事。说完了作业助手，我们再来看一看它作为一款台灯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力智能作业灯 T5 Pro 的两个灯头造型像是两个张开的翅膀，灯光的亮度支持0-100的无极调节，色温则是被设置在4000K，色调偏暖。在手机相机下，灯头完全没有可视屏闪，非常适合阅读。同时，大力台灯也符合国 A 级照度标准，也就是在距离圆心30厘米的120度扇形区域内，提供大于等于500勒克斯的照度，50厘米内要至少达到250勒克斯，属于护眼台灯的最高标准。实际体验上，大力相比一般台灯，光线的照射范围更广，更加均匀，在写字的时候能够减少手部下方的阴影，我们也不必因为要看清阴影里的字而不自觉地斜着身子。作为一款专门给孩子用的台灯，护眼一定是首当其冲的。在这方面，大力智能作业灯 T5 Pro 可以说是非常优异了。整个体验下来，这款大力智能作业灯 T5 Pro 并没有太明显的槽点。作为一款台灯，它足够明亮，护眼效果也足够好。作为一款学习机，它足够聪明，几乎涵盖了小学阶段3项主科的所有内容，而且操作逻辑比较清晰，点读功能也非常方便。
相比较遇到不会的问题就求助家长，大力作业灯还能够培养孩子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同时家长还能全程参与到孩子的作业当中。当家长还在为是不是给孩子配一部手机而纠结的时候，大力无疑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但这样一款看似减轻了家长教学辅导负担的产品，就能完全替代家长的辅导任务了吗？很显然是不能的。就像手机可以通话，但亲朋好友没有就此互不相见。作业灯可以帮助孩子完成作业，但并不代表家长可以就此卸下辅导作业的责任，哪怕辅导最终只成为了一种陪伴。教育不能只局限于课本，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更加重要。这个时代压力大的不仅仅只有家长，所以作为家长应该合理的利用这些科技产品提高辅导效率，然后抽出更多的时间对孩子负更多的责任，这才能真正体现这些科技产品的价值。所以作为家长的你如何看待这款大力智能作业灯呢？我们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欢迎转评赞一波。我是局长，我们下期再见。